是杰克。Hello。好，这次我玩的是夜来香的皮肤，跟我搭档的人是，哎，好像是愚人金嘛，是那个什么最新那个皮肤叫什么？什么灰剃矿？哎，是对，是灰剃矿。然后敌方阵容由拆看队员、医生、拉队员、祭祀古董商、先知古董商两个古董商。好，我们来用夜来香看一下，哎，古董商，哎，两个古董商，哎。都是墨韵的皮肤是不是？应该是。好，我受伤了，我痛，我的手痛。好，欸，最近我的手真的有在痛，欸，我的右手超痛，举起来就会痛，出力也会痛。然后呢，去看医生，医生说好像不是晚睡到，好像是不知道是筋哪边是筋膜怎么样发炎的怎么样，反正就是应该是也不是没有到晚睡到那么严重了，但是各位真的。玩游戏的时候还是用电脑的时候，真的要休息一下，真的不要玩太久，要不然真的很容易。有时候发炎之后发炎很久，像我已经发炎很久，一个多礼拜没好，然后就很困扰，你知道吗？去复健也是用红外线照，然后好像用电疗没什么用，目前还是一样在痛，我不知道多久能够好，欸，哎 ，I don't know， 反正就是持续保健当中，对。但是对于用滑鼠会不会有影响呢？是还好，是目前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了。对，但是再严重下去的话，如果变晚睡到的话，可能就会，哎呀，不要洗我。再更严重下去的话，可能就晚睡到了。所以各位晚睡到知道吗？就是所谓的滑鼠手，对，很容易就是严重的话要开刀那一种。所以各位真的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啊，保重自己的手，还有对，不能久坐，久坐真的很危险，久坐真的是很容易血液循环不良。对，所以各位可以的话，尽量就是坐着一下一个小时，就是站起来稍微运动一下，活动一下筋骨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呢，持续备六，好，两个墨韵在那边，好像是要来挑衅我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觉得我会不到，是不是？来呀，来呀，你来呀，你来呀，你来，你来，你再来，你倒。哇哦，一石二鸟欸，我 OK， 我看到了 OK， 但是无所谓，还是回得到。我其实可以提前放，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放呢？这我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，不是因为我没有发现他，我发现他了，但是我就是想要解锁存在感，多打那么一下，你知道吗？ OK， 好，解释完毕。好，这时候再抓也是 OK 的。好，这个在解我的眼睛是不是？好，我再查一下，看一下他们的动向在哪里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古董商另一个也倒数了，差不多快结束了。哎，这看那眼在喝多夫林是不是？我感觉好像有人来救。医生，解掉了这台拉拉队员，开枪，中下，再下，想干嘛？想加油啊？好，这个古董商跑掉了，但是他能够成功的跑掉吗？不知道，有误认的话就很难讲。再等你一下，啊不，是在等我一下才对。误认 CD 完喽，哎，欸，我回到吗？我想回到，他身上有着物啦，重物啦。好，哎哎哎，痛。好，等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，哎，欸。要吸我？你在干嘛？以为我不会打你是不是？小坏坏，好看一下。哎，欸，往里面走了。好啦，我的追进去了，我的追进去了。我好想买东西，但是没办法，先让古董上飞。又翻过去了。这时候应该用个眼睛。好，古董上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一直跑。追你很累，你知道吗？有中吗？似乎是没有。哎呦，又来牵制，烦死了。好，我没有带风窗，是不是才能够让他肆无忌惮的一直这样子飞来翻来翻去？没关系，我们先买个东西。我知道他在那一区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买个东西好了。加速加回复就可以了吧？好，你看还是在那边。接着就是不一样了。对，会比较好打一点。OK， 有没有？我的速度明显变快了一点。你皮嘛，你在皮呀，来呀，你皮呀，误认，
中了。哦，看到你有在附近吗？我怕看到你突然间来给我吸一下。看来是没有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哦，香水。再打一下，知道你要回溯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小心！那多夫你是不是都喝完了？我看到你已经喝两瓶了吧？是不是？啊，翻过去了，误认没用。咦，我再移一下。OK， 可以了啦，应该没有磁铁。好，小爆品，小小的爆，还可以接受。好，最近各位有跟我一样的常爆品吗？我好像有诶、欸，就是特别就是在遇到人多的时候特别容易爆品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正常情况下反而还好，不会的时候还好，但是每次遇到人一多，关键时刻都会给你小爆一下，不然就大爆一下，所以就真的是很无言诶、欸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飞掉三个人，破机上做一台，我们这局赢面非常的大。好，隐身。OK， 之前我记得好像擦眼睛会解除隐身，是不是？现在都不会了。所以明显就是比较友善一点，要不然真的是，哎呦，谁倒在这里？好，祭司走旁边，跟过去。好，祭司在做门吗？哪有那么多门吗？他该不要上车吧 ？Oh man！ 好，他要上车，他真的上车了、欸。好了，你走了，你走，你走，让你走。哦，这边附近还有人哎、欸。我是想买东西，但是想要算了。现在时间比较宝贵一点。好，又是这个勘探员。哎、欸，为何买东西？为何在我面前买东西？在想什么？想清楚了吗？哎、欸，哦，破译掉了，糟糕。好，现在目前一样是飞到了三个人，古董箱双双的都飞走了。回溯吗？回溯好，回溯给你来个误认好了。误认，哎、欸，这样也中了、欸。再一下，好，又倒一个了。现在目前我来讲的话，应该是可以至少平局以上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签字也抓到了。但勘探员是第几次？第二次吗？第一次。好，第一次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，该买的都买一买了啦。好，这局应该是不会输了啦，感觉应该是妥当了，妥当了，真的。我来这边看一下，有没有人开大门？好像有诶、欸。哇哦，这个守的好，直接标个误认，打到谁就打到谁，还真打到人，让他队员。哎呦，会加速！好，先自用鸟。哎、欸，大门开了吗？大门开了，大门居然开了！好，最后的先知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是最后的祭司才对。祭司如果让他跑掉的话，就平局了。但他跑得掉吗？他跑不掉，刚好我在这里。好，地窖在附近而已。哦，好险，差点就平局了。